我的一生都奉献给香气，最极致的香氛可以舒缓人们的心情，让你感觉到幸福。所以哦，我踏上追寻的旅程，创造一种最极致的香氛 PP SPA 体验。我是艺人香香馆馆长阮又香，最愉悦的香气体验由我把关。这个是布隆迪淡干一克湖苦桐花，芬芳中带点苦涩。这个是伊托克托洛米特昂列柑橘，有着振奋人心的香气。救命啊！停不下来啊！停不下来！救命啊！停不下来！这个是克隆群岛潮汐百合，它只会在白天跟黑夜交界的时候开花哦。找到了。